牙都贴面了。就因为我不用吸管啊，牙贴面了吗？这牙贴面花8000多，贴我4颗牙。呵，没死！哎呦我！哎，这能没死？也得死。你们这好像要欢乐颂了，不是？你看，给我意思他！哎呀，把奥恩还给打残了啊！哎呀，可以啊。送的好啊，我这一级呀、啊，我这一级可是无敌呀、啊！你这不没了吗，兄弟？不行啊，这追不上啊！哎，好难过，没点燃。这都给他跑了，哎，气死我了！还跟我打？你有技能吗？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呢？可以，这波回家没问题。嗯，这样出呢？可以，我觉得这样出是行的。反正我们是要先来黑切的，来吧。加里奥也不知道干啥，你看。这加里奥二级来回跑啊，那3分钟死了3把。哎呀，3分钟死了3把。你是真能死啊！有敲东西。哎，敲啊！敲啊！那你到底吃不吃经验啊？拜拜喽！亏死你，一个经验你都吃不着。不急啊，假猴在这扛着呢。完了，兄弟，杀戮兵线。
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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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别这样啊！别这样啊！完了，死了三个兵。哎，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没了，十几个兵吃了仨，哎。红宝石加小布甲可以接受啊，你干啥呢？整个小山头，不行，这他妈打不死。把我的双招给我打掉了，但是没打死。哎，好肉哦，真的好肉哦，太肉了吧，运气有点，这也太肉了吧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回来随便杀他，我不行试试嘛，这波杀他收益是最高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想尝试一波，他正好把 E 给放了，我想试一试。你把他杀了呀，你怕他干嘛呀？你这还支援什么玩意儿呢？你直接就杀加里奥啊，你三杠零塞拉斯干个零杠四杀加里奥还不干不了吗？直接干他呀。蓝枪来了，蓝枪来了，稍微的给你点面子，好吧，这波没到，给你个面子。你等我有大的，我把你们俩都杀了，你看看。还夸奖我，真是的，欧文还夸奖我，干得好。我讲了啊。三杠零两层塔皮有点无敌，先来个黑切，哎，把这个换了，这把可以出个提亚马特。在现在这个分段呢，还可以就是带个鞋啦，神奇之靴啊，这是可以的。再往上打一打得带饼干了，不带饼干不行，线上太亏了。漏一个我就吃屎。就是这么自信。
你干啥那个塔下呀？你要干啥呀，兄弟？蓝枪是不是过来了？应该是过来了。这波确实比较难跑了，不太好跑了，死掉了。先来个提亚马特，追兵线快一点。杠一应该1000吧，5、6、7、8、800块，那还行，不算特别多。还拆呀？还拆不？不拆了，不拆了，我去收兵了。这波我好希望他们俩能再来抓我一趟哎。快来吧蓝枪，快来抓我吧蓝枪，我求你了，快来抓我吧，为啥不来呀？快来抓我吧。怎么不来了呢蓝枪？蓝枪人呢？为什么蓝枪杀完人就销声匿迹了呀？走，上路走一趟。其实我不交闪，感觉应该也能杀，是不是？算了，稳一点吧。交闪现呢，要稳一点；不交闪现呢，有可能就差一丝儿，可能。这有眼儿吧？没有眼儿，有奥恩。行啊，兄弟，敢打石头人儿。现在是石头人都敢碰了。蓝枪这波也没来，我们继续推。19分钟吧，我就无敌了。19分钟，还有4分钟。3000，差1100块钱。这把控制有点多，先给他来一个这个水银海，下路杀疯了，他就再狠，他也就是个维鲁斯。那平 A 流维鲁斯还不如 poke 流的呢。
他手贼短。杀。有针眼吧，排掉。等他，来。杀我，漂亮！你看他再狠，他不也就是个维鲁斯吗？俺们家刺客那么多，他还能活得下来吗？他又没位移。还有两分钟，我们就无敌了，差860块钱。加里奥要干嘛呀？民间火龙果。13秒有大。哎呦。吸血，杀 ADC， nice， 踢死他，还剩个奥恩，打人不掉血，没事，又团灭了，这波一换五可以接受，无敌了，血没回上来。血回上来，这波还死不了。把这中塔拆了呗。哟，别带错了啊，带个眼儿。下波 AD 没闪，是啊，他下波还没闪，你这维鲁斯呢？维鲁斯死了，越塔吧。你要抱我回去还是咋回事啊？这人这没得用啊！这 EZ 给我减个速行不行？你就让他们一直就打我，你就不能帮我 A 两下？你说你这打人不也挺疼吗？
你帮我把那蓝枪打残，我不用交闪。没有冰拳怎么减速？说得好，我一开始没看见。所受伤害30%会以流血的形式在3秒里内持续扣除。你就非得给我抱回去，起飞了，走，一提起俩可以结束。居然没有兵线了，投降了，白不是钻四。钻四钻三钻二，哎呀钻三钻二可以啊。